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10月8日，旧历的8月22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新港泉州村泉州路道路年久失修，官员林宗翰向县政府争取经费进行路面改善工程，维护乡亲的行车安全。环境中央首席乡长林英家前往探望十几百户邻居，关心因的生活状况，致敬中央敬老礼金。建筑科技大学的学生伫咧第50届全国技能竞赛总决赛，是在摕到3面金牌、2面铜牌的好成绩。新闻一开始来看，新港泉州村泉州路是当地通往陕西和美地区的便道之一。部分的道路年久失修，加上工线修复工程，造成路面安尼坎坎崎崎，严重影响到用路安全。官员林宗翰接到泉州村长周庆龙的陈情了后，是积极向县政府来争取经费，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后来维护着驾驶人的行车安全。新港乡泉州村的泉州路是地方通往河美或者是陕西地区的便道之一，但是部分路段年久失修，出现破损的情况。加上近年因为公路修复工程，规条路才破一块，遐破一块，实在真歹行。这条泉州路算我几十年无空过了，路面也歹，啊，佮近前有迄落电力公司的也破厝内水管也破，也破了安尼，坎坎坷坷。啊！再拜托这个议员林宗翰这边吼，来甲咱控这条泉州路安尼。即马都控了食水啊！即马大家嘛好咯。咱这个泉州路一直光明路吼，咱这条古早吼通这个陕西主要的道路吼，啊，因为路面破损吼，啊，即届吼要来甲咱来甲征收完成吼，啊，向县府啊来争取200几米吼，啊，经费将近600000。哦，啊，来个铺设完成，啊，让咱陕西新港这些村民吼，有一条安全便利的道路。无我咧像因咧看，我嘛拢咧看。关于林宗翰接到泉州村长周庆龙的叮咛了后，积极向县政府申请经费进行道路改善工程，也伫完工了后，特别前往现场视察新铺道路的情况，来关心驾驶人行了是毋是有舒适安全。在中华新闻也放有新港彩虹报道。中央敬老时刻，秀水乡公所发送敬老礼金，乡长林英家是扎着红包以及猪脚面线，加两个拜访乡内6位百岁邻居。一个议员代表陪同之下，祝贺时代中央节快乐。秀水乡长林英家扎着猪脚面线，加两个礼金甲贺饼，来到金林村百岁邻居林家的厝内，祝贺中央节快乐，时大真欢喜。甲乡长、机关代表上话讲：，你红，即马中央节要到啦哈！哎呦，搁有迄条空间啊，嘿，迄条空间哈，啊，再搁一加两个，哎呦，啊，然后哈，搁有猪脚搁面线，我这猪脚面线，要甲你抽收。重阳节的前夕哈，啊，咱秀水乡乡内哈有6位百岁人类哈，啊，今仔日头一站来到咱金陵村哈，咱这个阿嬷哈，她今年是102岁，哦，身体搁真勇健，身体真勇健，你来看，也搁有阿东伫咧行，安尼行来行去，啊，饭嘛拢袂饭嘛拢食会到，哦，身体真勇健。啊，准啊！有跟阿妈讲好啊，明年要过来哦，吼，明年要过来。百岁林水林刚阿妈精神好，气色好，后生表示妈妈生活真正常，拢袂紧食，也无来啉冰水，爱运动，爱行路，这应该是等会血原因。很少生气。那在作息方面，他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晚上9点一定要就寝，然后一定要午睡。啊，他吃东西是。什么都吃啊，鱼肉
蛋、蔬菜，这个是每餐都必备的哈。然后他不吃冰冷这种东西哈，菜太凉了，他希望说温一下，哦，说温凉的这样温的东西，他比较坚持哈，不吃冰。大家祝福阿嬷家节快乐，阿嬷也祝福大家，拢会当像伊同款长退休，真正享受人生每一个阶段。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第五十届全国技能竞赛总决赛以及2020工业机器人竞赛，咱中华建国科技大学伫咧技能竞赛是摕到三面金牌、两面铜牌好成绩。工业机器人的部分，阁是来摕到机器人智机化应用竞赛的第三名。最开始人欢喜的是这项作品，嘛来商品化咯，嘛就是会当直接运用伫咧水五金的加工研磨内底。建国科大学生在第五十届全国技能竞赛拿下好成绩，学生不断磨练家己的技术，就算烧烫伤也无放弃，拼出第一名的好成绩来证明家己。那我问他说痛不痛？他不痛。明天要不要比赛？继续比赛。没想到最后他拔得头筹，这是值得我们跟彰化的子弟们去表扬、去赞赏的。就因为做的时候就是练习一天，有时候就是要做到三个模子之类的，可是一个模子大概加，我们还要写方案，然后方案写一写，全部加下来大概就三小时多了，所以一天练习就也是练蛮久的。最辛苦的地方？最辛苦的地方，做模子的时候，对吧？因为那个沙子都要自己压。除了全国技能竞赛有好成绩，在工业机器人竞赛的部分，这台专门替水五金研磨加工设计出来的机器手臂，已经会当商品化。这表就是我们跟产业的遇到产业的问题，我们确实有解决到。就是因为现在工厂都是四低嘛，就是肮脏、低调，就是困难的、就危险的，就是环境很肮脏、很恶劣，就是现在的一般人都是不会去做这么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就导入机械手臂。手臂主要就是在做这个水五金，那么它是一个大型的真实的一个工厂啊，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业 4.0， 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着力在这一块，那么越做越成熟啊，这个呢是一个模型。展开来了，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工厂生产自动化。建国科大校长强调，学校强化三校合作，协助中小企业创新研发，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值，更可以当让学生在地就学佮就业。大川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休喘一下，广告回来，来去看这段婆婆妈妈充满活力的百舞演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让很多朋友都知道洗手很重要，除了用肥皂之外，使用酒精或干洗手也是可以清洁手部的。有些朋友觉得用越多就可以洗得越干净，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使用的量只要2到5cc 就可以了。将酒精或干洗手喷在手心、手背并搓揉20秒就完成。另外还要提醒几个重要的洗手时机：吃东西前、照顾小孩前、看病前后、擤鼻涕后以及上厕所之后，在适当的时间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病毒感染。寝室生活馆彰化店盛大开幕，全馆回馈85折，来就送精美礼物哦！彰化市金马路2段422号孟特娇彰化店。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
OK Google， 播放新闻。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音量调高。帮我找爱情幼幼园。OK Google。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搜寻狮子王。智慧声控大小事，就从看电视开始。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 马上带回家。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OK Google。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8月23。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东南方，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国际冬季会中华 A 区举行新社林主席的交接典礼，由姚启阳接棒，伊嘛会继续延续着冬季会服务人群，造福社会宗旨。另外，伊嘛计划要讲要来整合着中华 A 区各分会资源，集结人力，扩大社会服务的工作。国际冬季会中华 A 区举办新社林主席交接典礼，由国际冬季会第47届台湾总会长廖明荣担任监教人，见证中华 A 区主席新会上团的重要时刻。廖副总，我们三个共识。陈子彬主席啊，一年来的奉献跟付出，代表我们同济会在彰化地区做了很多有益的社会公益及啊照顾儿童的工作。尤其在今年，我们碰到这个新冠肺炎，那、啊、碰到这么大的一个巨变，可是我们陈主席呢，一样带领我们会长们啊，做了很多有益的活动啊，在同济会在地方上为我们彰化地区所做的一个努力。对于我们现任的主席，即将上姚启阳主席，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我们彰化地区有名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本身呢也非常好学啊 ，EMBA 毕业以后，现在继续要来攻读博士。那么对于他过去对同济会的奉献付出啊，得到大家认同，所以在这届要来接任我们的彰化 A 区的一个主席。我们期许我们彰化 A 区能够在我们姚主席的带领之下，秉持着过去我们彰化 A 区优良的传统啊，对各项公益的奉献跟付出，可以更上一层楼。国际冬季会彰化 A 区由姚启阳接下新任主席的重责大任，也表示未来将整合旗下分会资源一个能力，扩大社会工作。啊，这些社会服务把它集中资源整合，做成大型的社会服务，让社会大众能看到同济会，等于也是在做社会行销。除了扩大社会服务工作，另外也积极来创立新会。啊，我们今年的目标预估要成立3个会，其中有一个会，啊，我们要国际化，要把它发展到非洲，非洲的加纳王国，非洲的第一个会将是我们彰化 A 区传承过去的。我记得50几年前，同济会从美国带到台湾来，那时候我们台湾也没有那么样的发达。那么我们今年从我这一届开始，要把同济会传承传播到非洲去，其中加纳王国的加纳同济会就是我们彰化 A 区的子会。姚启阳主席表示，目前彰化 A 区总共27个分会，接下来会跟5副总、主任、执行长以及分会会长同心协力，做会实践同济理想。在彰化新闻叶宏吴何必采访报道。鹿港镇草中社区推广养生派打工，借由拍筋络、舒缓筋骨，让在场的士大拢学了真欢喜。除了是来增加健康，嘛来优化着社区的力量。鹿港草中社区保安局头前的广场，原先是住伫伫遮练派打工，就连囡仔兄也带着阿妈来参加。
乡亲在你快乐的过程当中，还是着无同款的用心保健方法。德仁关怡湾幽苗湾，甲店面代表王丽文也来拍拍，感觉袂歹。很好，大家哈，社区在一起啊，做这个拍打工哈，啊，不但哈，大家可以锻炼身体啊，啊，大家也可以聚在一起哈，互相联络感情。讲咱草中社区哈，今天做用心的，一位之前的土风舞、搞瑜伽、到现在拍打工，就是让咱的社区的居民会使做阵来运动、来健康。其实讲过平常时哈，联络感情，所以今天都感谢讲哦，咱社区的用心嘛。这个拍打班的幕后推手，社区理事长。希望透过课程活动，邀请厝边头辈做伙来参加，也来联络感情。开始到即马差不多半年有啊啦，半年啊，就开始都大家都超一二十个做啊安尼啦，啊都大家有搬掉，一个报一下，愈来愈多，到即马都超安尼啊，我超六十个，我六十个安尼左右，每工，啊都大家在。所以大家都讲拍了，拍了身体啊，讲袂歹，这拍了这肺络循环啊，讲加足好个啦。大家拍拍，加感觉较有精神，健康佮快乐安尼啦。听到老岁记得，婆婆妈妈运用双手拍着身体，顶顶下下每一个部位，对来讲，这项简单的运动无年龄佮身体限制，只要会当叮当，就当达到健身的功效。在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干彩虹报道。排舞是属于一个人就会当跳的社交舞，无需要舞伴，无舞蹈基础，真紧嘛会当学会晓跳。天天老师吴秀梅十多年前，伫咧四张社区开始教舞蹈了后，陆续伫咧新庄、大厦、竹园、湖仔内、地潭等社区来开课，有愈来愈多姊妹啊嘛来加入这个排舞的行列。排舞是一项一个人就能跳的社交舞，不用舞伴，也无需要有舞蹈基础，只要跟着音乐，就真容易学会舞蹈，非常受到地方的婆婆妈妈欢迎。我们每一年都有跟学员讲过说，我们一年一度都会办一个社区的联谊，大家联欢在一起，安尼吼增加姐妹的感情。是有跟他们讲说，因为我们运动会增强我们的体力。还有会瘦身，所以很多那个家庭主妇，他们就利用晚餐煮一煮的时候，就赶快跑来跟我们一起运动啊。他们练的时间就是像我们和美，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五，大小社区也是一样，家里还有新庄，还有那个湖内他们，还有那个竹园他们地坛，他们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八点。弟弟老师吴秀梅，为十几年前开始伫四张社区教舞。所以来在新庄、地潭、定园、大厦等社区开班授课，有越来越多姊妹仔加入排舞的行列。要活就要动哦，那多运动呢，绝对是那个没有那个健康的意义，就没有后面的什么车子啊、房子啊、钱马子什么的都没有哦，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给顾好。我想梅老师指出，举办联谊餐会主要是要借此让所有姊妹仔来展现还是成果，透过跳舞甲其他社区交流联谊，增进感情，也欢迎兴趣的民众会当甲因做伙舞动健康活力。在中华新闻也访吴何美彩虹报道。中华艺术馆正在举办李白醉黄昏毛民府的名世界纪念特展，广告转来带乡亲来去欣赏。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让很多朋友都知道洗手很重要，除了用肥皂之外，使用酒精或干洗手也是可以清洁手部的。有些朋友觉得用越多就可以洗得越干净，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使用的量只要2到5cc 就可以了。将酒精或干洗手喷在手心、手背并搓揉20秒就完成。另外还要提醒几个重要的洗手时机：吃东西前、照顾小孩前、看病前后、擤鼻涕后以及上厕所之后，在适当的时间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病毒感染。
修电视 ，video 啊 ，YouTube 是这样。只要一台 A1 Box， 有线电视、网络影音，通通都能看。A1 Box 搭载 Android TV， 开放平台应用无限大。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开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全家的梦想，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凯擘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小弟小弟办年船，乡亲就要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国立中华生活美学馆整合社区营造合作共好，也来举办着109年度属于台湾查某囡仔的日子。这个专属着女性朋友的活动成果展，有包括演习班的作品分享跟女力座谈。甲一般的艺文展览真无共款，这个作品拢是女性朋友的创作，嘛是按中华生活美学馆演习班所学到的技能。今天是台湾女孩日，那我们在美学馆的那个研习班参加水墨画，那能够把我们女性的一个作品在今天的一个女孩日里面能够把它展览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我画的是那个年年有余相与一清，它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莲花，莲花里面有很多的鲤鱼，象征着我们志工来到美学馆担任志工，能够就像鱼儿一样子悠游在艺术的殿堂里面。中华生活美学馆之出，台湾女孩日是以女性文化实验为主要的精神，按艺术创新、研究创新，一直到社区创新，最后带动整个文化驱动，充分展现女性朋友在艺术和社区营造方面的实力。另外，我们除了这些英文展览跟这个工具箱的一个展现之外，那我们也办理了一些女力的一个座谈会，那希望透过一系列这个活动哈，能够展现说性别这个议题哈。是存在我们各个公共场域。那我们希望说办理这个活动，不但是一次性的一个烟火性的活动，也希望透过这个议题啊，能够发酵，然后深入每个人心。中华生活美学馆强调，希望透过这次展览，增进性别平等的意识，落实性别平权，嘛尊重人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甲决策的权利。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为了表达对中华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毛明福先生的追思和怀念，中华馆文化局除了在中华艺术馆要来举办着纪念的特展以外，在双十国庆日的同天，也请来明世界掌中剧团公演。现场哦，也阁有一个传统庙口才会出现的摊贩，让乡亲会当一边欣赏着传统的布袋戏、戏曲集和做工艺。有精彩的文物展，也有精彩的布袋戏表演。纪念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毛明福老师的展览，当地的中华艺术馆展出。这挂珍贵的文物和布袋戏红啊，拢是来自丽水明世界掌中戏剧团。除了静态的展览以外，10月10日国庆日当天，中华艺术馆广场也将举办2场公演，也要来重现庙口的戏剧文化。毛明福先生他们在布袋戏界耕耘了将近一甲子的时间，那因为毛
卯明福先生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去世，那我们在去年年底帮他筹备了这样子的演出。那这样子的演出呢，我们从10月10号的晚上7点到9点，那在下午的4点到9点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复古的摊位市集。那当我们有原油券，然后原油券呢所得，我们捐助创世植物人基金会。文化明世界江中剧团是中华县的母型文化资产，为了表达对创团团长毛明福老先生的追思和怀念，不但筹备这次展览，还可以透过布袋戏公演邀请乡亲做伙来看戏做公益。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来关心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103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2.3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17.5元，中价12.1元，下价7.5元。高丽菜上价35.8元，中价24.2元，下价14.5元。我上价17.5元，中价9.9元，下价5.9元。桥啊上价35.3元，中价22.7元，下价12.5元。花椰菜上价51.6元，中价43元，下价27.3元。番麦上价21.6元，中价15.2元，下价13.3元。包心白啊上价20.7元，中价13.2元，下价8.2元。葱头上价26.5元，中价18.2元，下价15.5元。菜头上价16.9元，中价12.8元，下价8.5元。白菜上价15.5元，中价11.5元，下价7.5元。苦瓜上价78元，中价55.8元，下价34.2元。冬瓜上价17.9元，中价14.5元，下价9.4元。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彰化甲云嘉南沿海地区因为风速较强，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所以来关心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区侪云好天，早晚天气凉凉，中部地区温度来到23度至32度。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A1Box 使用蓝牙声控，智慧搜寻，便利无限。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想要业绩长虹，想要盈利翻倍，凯擘新频道广告脱播，
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 04-711-9440 711-9440